Gen Z Bullies Gen Z. Ok, nếu mà hôm nay chắc chắn nếu mà AU thắng thì chắc chắn sẽ có pick up The Hill rồi. Man Tornado, Man Tree of City. 不是很好打哦，嗯，这个有点传统，就是像之前那些版本的一个蹦迪的卡组。王子小苍蝇矿工是带着胖子吗？这套卡组，嗯，像是就跟刚刚用那套有异曲同工。对，有点像啊。嗯，啊这边AU的话是带了一个王子蹦迪。嗯，没给了Zion是吧？Zion没有毒药，火球。那火球的话，杰布利。Zion minor three spell，the last guy Zion。 这波AU会不会选择直接一波两费加五费的进攻啊？滚筒蹦迪或者冰刃蹦迪？ Liệu rằng là sẽ một cái deck grab trap không? Đây có deck grab không hay nhập không? Không có. Trận này mà có deck grab là ăn được. Trận này mà Gen Z, ôi cái grab này ăn rồi, chắc ăn được. Gen Z mà thắng thì trận sau thua rồi, ăn hết rồi. Ngày mai sẽ đánh nhánh thắng thua. Họ đánh pressing này, không để ra gần đâu. Khi nào có lợi thế về đi, để ra gần. Don't slow on Zion này nè. Ôi con. Rồi rất hay, đẩy ngay, grab trap rồi. Ăn được, trận này hay được. Reset poison. Good. Đấy, trận này có con grab trap ăn được. Mà đánh EQ kinh khủng. GG. Ghost Stone. Rồi, grab trap rồi. Tiếp tục grab trap. Họ không có thể công được. Đó. Poison rồi. Đẹp, giết được con Prince không sao đi đấy. Giết được con Prince. Rồi, đẹp tốt, nice lên tành tành rồi, tiếp tục là goal, rồi. Easy. One hit poison. 好，我们今天恭喜一下AU拿下了这场比赛。很开心，把那个盾嘛，给盾，盾嘛，逮个IC，送逮个那，哇塞，好乱。批了一个基本素养，对，很强。但小K这一场，反正他的，我觉得他可以还是上黄眼野猪吧。被打的放了开一点，对，因为飓风被搬掉了嘛，他自己黄眼野猪也挺擅长。是的。但这个时候AUK带来一手火球。 那也不一定啊，很有可能会带啊。而且AU这里的话，啊，那个无所谓，因为他蹦迪的话拖后期，付费更快，就蹦迪拖后期的话，他可以蹦迪加毒药。刚拿回这里，我羡慕你们，白个门。如果蹦迪毒药一波没拿好，就崩了，就是双倍之前的蹦迪容错率很低，是的。忍不住了，像机甲。Stone。还是上的墓碑多一手拉扯。对。Yes，拉巴。 小黑这里上拉巴，还是那个胖子。Yes， 拉巴。上的是冰。冰点你那了，绝佳。小黑换了。哦，那气球了。啊，班鲁。啊。这样是。天狗气球，哎，这个地龙的位置。杀，往杀。小电啊，电一下，这气球要破塔了，感觉。两下。还有一下，肯定的。小黑这里有地龙吗？矿工在给右路左路压力。啊，光贝尔的，光贝尔的。费用方面的，我战场方面 ，AUK 有黑。这个猎人下的很漂亮。吸住了。一猎两只。然后机甲舒舒服服把这个天狗给打掉。嗯。
Rồi, để con rồng bên kia là không được rồi. Con rồng đam yếu hơn, để phí. Ui, giúp, giúp, giúp. Con stone, đâu rồi? Đâu, no, như cũng là fireball rồi, thôi xong. Fireball fail. Thôi, tao tay thôi, thủ làm gì nữa. Tao tay thôi. Rồi, rất tốt. Yes, I want win. 还是蹦迪，对的。打到这个时候 ，UK 也不能急啊。对，一开始先看一下对方的牌啊。这个时候 UK 他比较喜欢用。两边都很谨慎啊，就过了一个滚筒以后就再也不下牌了。是，就你打 U 的时候，你一定要用这种比较少见的，在联赛当中比较少出的牌，要不然他会很快的抓住你这套牌的命的。劣势。对对对。对马上就能看出来。这里的话 ，AU 他也不发表情了啊，因为他之前也是一个比较喜欢发表情的选手。是。我发现明胜很喜欢看一下别人有没有发表情，对，分析嘛，对，合理分析就会。这表情可以很直观的反映选手的心态。是的。对。这一波的话，总体来说，双方都是一个。停费，带这么多活动的，就是想抓皇家猪，因为小 K 今天用太多了。对，这波还可以，直接把这个墓碑给解掉了。皇家巨人没有王子，只能下绿林团火。这一波小 K 是带着蹦迪啊，对，而且这波绿林团火下的太靠前了，被滚掉了。滚掉过后的话，先发整满没有蹦迪。哎呦，这里应该是带着火球啊，这波蹦迪小 K 好像没有费用。那还可以找机会，是可以滚筒加蹦迪。那在国内呢？各种给他们找机会了。对的，这里滚筒。他反正 spell 的绿了，那都可以跟拉拉一样子。哎呦，这里不知道他的大法术是带的毒药还是带的火球啊？是打击啊！小黑又把王子给交出来了。其实王子交出来的话，他那个，其实我刚刚就说了，就打皇家巨人套路的话，你一定要守的是皇家巨人。对，而且他的王子就是解这个皇家巨人的。对，你就要守皇家巨人就行了。那 Goblin 呢？你直接 jump 吧。直接蹦了，蹦迪。这个蹦迪不太好呀，这位朋友。Great job, Bill。解掉还行。Great job, Bill。等离。刚刚在蹦迪的瞬间是自己摇了摇头。Great job, Bill。感觉到有些不妙。皇家巨人来了。And Barbarian, come on。Barbarian, Lightning! 那这波 Lightning fail 还是打不进去啊。对，但是小哥这里还是有机会啊。对方带的是大闪电。Barbarian, 对了，是啦，对，聪明，得giữ lại Dark Goblin。giữ lại cho Dark Goblin。1 hit! 看一下他会不会选择灌入加蹦迪。Oh my god. 可以有这种操作的。对。Nervous。但是一定要找回自己的节奏。来打过来 ,King up,King!King of the Hill, James Lance. 哇，但是这个时候就要拼速度了，但是蹦迪的速度可能没有。Barbarian, good. 这个桶没有解到后面的小妹。Lightning, 大闪还堵着。够这个斩杀。是 Lightning。很紧张。Lightning, 这里的优势已经无限大了。不得 Lightning， 明天要不得 Lightning。Grave 加好得 Grave 呀。对。挡一下，有没有挡？挡住了，还墓碑，这皇家巨人 A 一下，哎呦这里都没有，怎么没有？没有的怪兽，哇，好可惜啊！王子要戳塔了吗？并没有，差一点，差一点。Oh my god！ 哇，刚刚双这里别动，雷兵，一下墓碑过出来了，没有？好，过出来墓碑，对，一下，哇，恭喜 AUK 拿下。
脑海。